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，是我们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所以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的我们，不要再被奴仆的奥辖。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各位祷告。荣耀的天父上帝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岁首年终是你慈爱的看顾，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了生命和平安。恳求主赦免我们过去一年里所有的过犯，饶恕我们一切不讨你喜悦的。你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我们要一生跟随你。主啊，尽管孩子是如此的不配，如此的卑微软弱，有很多的污秽，但主你从来不曾舍弃我们，你顾念保守着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当行的路。主啊，你是何等的伟大，感谢主从万民中拣选了我们，我们要成为你圣洁的器皿，求主大大的使用我们，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，一生一世属于神。哦、天父上帝，求你赐福今天的两堂聚会以及牧师师母，也求主复兴活水得胜教会。主啊，这是你的圣殿，你的教会，愿你祝福这个地方，福音大大的兴旺，愿你的国度向东西南北扩张，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愿你的教会在你的祝福中不断强大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同心合意将一切荣耀尊贵国度权柄都归给我们的上帝，直到永远。孩子如此祷告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